铁锤，这个。出大事了！脚步，救他！过来，阿老板这里。哦，你们要捞塞几次？啊，去几次啊？今天这里，明天谈那里，过来，阿老板这里。哎，是小伙伴们，阿老板前几天看了一下一些网络上这个水泥做的火箭炉，看得我心痒痒啊。我们办公室里面的员工下午的时候肚子都会饿，上次那个火箭炉的威力好像不够精彩。来，我们东西都准备好了，待会就做一个非常厉害的火箭炉给你们看，然后做好以后我们还要煮一顿丰盛的大餐。我的刮刀来，首先我们先准备一瓶矿泉水瓶，先抓好它的大小啊，这个待会是我们的模具，水泥也准备好了，待会你们就会知道什么叫厉害的火箭。告诉我，画的实在太完美了，刀来！啊杀！差不多了啦，看到没有？刚刚好，我们第一步骤就这么轻松的完成了，我感觉我已经达到人生的巅峰了呢。那我们先把它开个孔，底部把它开个孔。这孔它不会太大吗？我们有没有小一点的模具啊？这个大小就刚好了，就这种大小了，差不多。好，跟我起来。铁锤，这个。脚步，救他！搞什么关于飞机啊？真的是阿北出事了，靠！韩老板想办法来补救，方法有很多种，是马上就一种，这样不是就保住他了吗？来，我来修一下。摸开摸底摸底 ，yes， 我们这样是就拯救了他了。接下来再换个武器，完美！看到没有？就是这个圆纸皮，先包纸皮。好，我们的模具已经大致上完成了，这就是我们的最新版本火箭炉。接着水泥，我从小到大没有用过水泥，好累的企划。他说水的比例也不能太多，会降低水泥的强度。可是那一桶很大哎，真笑呀！那我们就要一点一点制作喽，有点不够用啊。这桶用完要几个小时啊？难怪人家都这个一个水泥车来，就直接卷一卷，卷一卷。他从这边露出来啊，太稀了。哦，太稀了，去买好了啦，快完成了，赶快，不要让它漏水。啊，弄好了啊啦。靠，不要这不知道灌到民国几年。我觉得可以 ，OK， 完成，等它干再见。经过了一个礼拜的漫长的时间等待，我们的火箭炉已经成型了 ，Nice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开始开模具，把这个模具打开，取出我们里面的火箭，看起来有点样子哦。开模，我感觉好像快成功的感觉。这会不会太久了？其实我有方法了，这样就够了。来，我们上个红砖块，增加它的高度啦。对。来，烤肉网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来，一二三，五。今天我要氪金。好，我们今天高级氪金。高级氪金。我们今天重点是这个火箭炉测成功以后，我们要煮给。办公室好吃的，哦，等火升起来我们就不一样啊。好，我这边生火应该看起来是成功了，我现在需要有人去帮我抓鱼。今天我们就煮池塘的鱼给我们办公室人员吃。有人要抓鱼吗？有人要抓鱼吗？有人想帮忙抓鱼吗？悠悠，悠悠，我需要你帮忙我。你要干嘛？池塘帮我抓一条鱼。
敢问老板，我要怎么抓鱼？东阿小，太荒谬了吧！快去要捞鱼，要不要顺便去鳞片啊？我跟你讲，有个方法，来，这抓鱼不难。最好是这样，你来，你捞给我看。全部跑走了，老板。我知道。我要煮东西给你们吃，哎。我不在意吃的，我只在意钱啊。500，上。600，600，650。哎，本来不是悠悠吗？悠悠使用氪金之力换人下去了，希望我明天户头可以多个3万块。不可能，想吃鱼有这么好做的事情吗？不是啊，好好抓可不可以啊？别他会跳起来。抓到了，抓到了！镜头，抓到了！战利品，谁啊？水池里看起来没那么大只，哎，你啊，赶紧被夹个肥哦。那我们火都生好了，然后鱼也抓到了，我们今天就吃盐烤无骨鱼。我们这个火箭炉做得太成功了，这火力旺到连我自己都害怕、啊。你看它的柴火最后会跑来下面，这些都是很好的这个有机肥啊。然后待会我们就请到我们远从新竹来的这个五星级厨师，每次看到布哥来就知道有好料的火箭炉3.0版本，再加上布哥的这个厨艺功力，相信我们家的无锅鱼肉质饱满，非常鲜甜又好吃。开始我们布哥的表演。我们先把盐搅拌，水桶。刚草原说布哥是五星级的大厨，啊，布哥你实际的工作是什么？工程师啊。好，来了我们的鱼池之宝，蒜头要不要？等一下我们把它放肚子里面。我就想到放在肚子里，没错，就是这样，最原始的方法。刀，不用刀，是不是？不需要，我们乡下人的吃法了啦。我擦，小丽子，我都跟鸡里面丢了。哎呦，然后弄点米酒，去腥。对，酱油也是去腥的一种味道。从现在开始不属于五星级的范围哦。好。哎呦呀！交接给你了，交接给我。好，来。操！这边用水冲一下。你以为这个敲得很简单啊？这要靠腰力啊！是一个。好，交给你了，有点累了。哎，不用再柴火了啦。那这个智能不要那么无聊啊。好，开锅，应该熟了，闻到很香的味道了。就看现在，看这锅了。哇靠！出来之后是很浓的酒香。它肉质是好的，是啊，棒哎，熟了，大家可以吃了。好。不好意思，今天的餐点不适合拿出来，我需要邀请你们一个出来吃。吃鱼，捕鱼，年年有余。熟的啦，我们刚刚都吃过了。大家怎么这么的热情啊？让人更害怕。是不是没有土味？小心做一个。已经是很嫩了，比一般无锅鱼吃起来，而且更没有土味。继续，来来，下一位，喜不喜欢吃鱼？喜欢。它夹得很保守。如果好吃，你就再夹一大口走。本身就有咸了。好，谢谢。他不喜欢吃鱼，好像太咸了。废话，这个是盐烤的，你要吃的是他吃的肉质啊。有没有懂吃鱼的来一个好不好？这应该是布哥处理的吧？是不是？很明显是啊。没有逃避，我完全不敢相信这是我们公司的鱼，因为我看着他长大的，我完全知道他吃了些什么。没有，我强烈怀疑有人拿鱼来我们家放生我常常都会看到多很多鱼出来。如果你们钓到了鱼。想放生可以放我们公司，下次就10班好吧。好，我们来问一下大家，今天这个鱼有没有成功？好，哎，各位伙伴们，今天这个鱼怎么样？老板，我想说一件事。什么事？那个鱼我只有吃到咸味，觉得没有什么层次感。我觉得蛮嫩的，出乎意料之外。我就说我们池子里面鱼放在这边3个月后，不止又肥又大，然后土味都不没了。老板，我知道你的问题在哪。以后我煮什么东西都用铝箔纸。对。然后你们去把它吃完吧。好，老板，这个又拯救了整个办公室的胃。我们火箭炉3.0版本
大获成功。不要看它以为它就是一个水泥，实际上我里面是有设计螺旋状的火焰，这就是野外版本使用的。以后我们就可以在那边直接煮东西啦，合情合理。今天比较意外的是，我们家的鱼突然可以长到那么大，我还不知道。从上面看只觉得它很大，但捞起来，我靠，怎么这么肥哦？抓几条。这个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啊！今天喊这里，明天喊那里，过来喊老板这里。下次还想看什么？下面底下留言告诉我。想嗨。没有，我刚刚感受过了，因为我刚刚吃的是这一段，然后没有吃到这个味道。那、现在。现在有了。好，下次用铁板烧肉，石板烧肉。哦，好啊。没有石板，刚刚莫名其妙找到一块，觉得还蛮好用的哦，可以试试看哦。以前有这么大只吗？没有吧。把它打死。不要乱。哦，谢谢。